我们现在桃园 A8 艺文中心这边有一个活动，到6月24号，可以拿一张画纸画自己。那画完之后，你也可以把自己的样子画好的成果放到这个墙上，蛮不错的。刚好有室内空间可以遛小孩。那要注意的是，进来这边要记得脱鞋子哦。他会提供一张纸跟一盒笔盒，那小朋友他提供的是蜡笔，大人他提供的是色铅笔。乐乐在画自己吗？对。那你现在要画自己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、眉毛，对不对？还有牙齿。还有牙齿哦，好。我们现在画完画了，现在看一下爸爸的成品吧。这是我的作品，看起来像我吗？鼻子画的蛮大的。那画的乐乐画什么样子？乐乐我画这样。啊，乐乐画，这是乐乐画的哦，非常有创意耶，是不对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，先拜拜，拜拜。